干啥去？上山呀。可不敢去。不能去。就在这周边溜达溜达就行了。还有上山去。还想去哪儿呢？天哪。老大你干嘛去了？这是。再离去了。可离去。啊不是吧。你一会儿功夫就栽了一筐里。你慢慢蹲我扶着。这一会儿功夫咋就能栽这么多？我拿工具，老头老太太说呢，嗯，你上去栽也白栽。我说一点一点栽回来的，动不了，给你们得了。这神行，我就说你神呀！一会儿功夫自己栽了这么多，拿都装吧，一人装下，动不了。我们的早饭开始了，下点小雨，我们把这是有小雨，对我们把遮阳棚打开就没事了啊，没事，都不怕雨。不怕，嗯，跟我们一块吃吧。我吃了，你已经吃过了啊。我吃米饭。你们起得早啊？吃米饭，嗯，早上起来吃米饭。嗯，吃米饭还喝一鸡蛋呢。哎呦，鸡蛋呢？吃鸡蛋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方便面跟那个面片。哦。我们把垃圾都收拾干净了，只留脚印，留垃圾。保险扣，好，上车，出发。小山谷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。好了，今天我要打头车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不用，不用。不用了，他说。今天我们要打头车了，因为咱们堵的那个位置。走啊，坐这走。这次不多弯，而且是下坡，下了再拐。哎，给他们特路。哦，好了，他们过去了。走。我要跟480。昨天上山虽然也很顺利，但毕竟是第一次拉着拖挂走这样的山路，作为女司机还是力求安全稳妥的好，更何况我的旁边还有老妈呢。而480是男司机，遇到问题要比我处理得更妥当，他能通过的地方我就肯定能够过得去，所以选择跟在480后面是聪明的做法，大家说对不对呢？这就是昨天最难过的那个，你看你是我就说好没事，我过打。这个四驱吧，它就是这四驱，四个龙都咕噜咕噜咕噜都好转。通过这次上山下山的实操，我对拖挂房车自驾游信心更足了。事实也证明了，拖挂房车同样可以盘山，同样可以走这样的山路。作为五辆车中唯一的女司机，也给更多的女同胞做了示范。姐妹们，你们也可以这样玩，放心大胆的来吧。还有人徒步上来，你看，哦，有人徒步上来，这是驴友，这个是登山的驴友，哎呀，他嗯，徒步上来，嗨，驴友见面会打招呼，他又不打，也是乐乐，嗯，乐就行，这一大堆，那个驴友呀，你看，你们到山上露营啊？啊，爬山，哦，爬山呀，哦，厉害，比我们厉害。我们是靠人车力，人家是靠人力，看到了吧？是真正的驴友，加油！哎呀，爬得过手，咱就在这儿等着啊！哎呦，哎呀，这是大型队伍呀，这上百人的大型队伍，厉害！哇，100多人啊！急转，完了是直接又下坡，急转跟着行。我喂他。我这次过来挨死了。没问题，不说不穿的是吧？向着前方，追赶明天的太阳，在路上。会坚强。